佢系陈芳伶，自细梦想进入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唱，但接近高峰却突然止步，距离理想中的自己总是只差一步，佢又可不可以继续高歌呢？陈芳伶的外祖父是台湾名医潘木之，1947年228事件受到军队凌虐，被枪决身亡。后来祖父因为帮人做担保，结果家道中落，屋企成日有债务人上门。年少的陈芳伶难以了解当时社会的动荡，只是知道因为缺乏先天的条件，令他成为歌剧家的梦想似乎遥不可及。我用一个比喻给你听，我的声音哦，天生的声音是像这个样子，我的音域哦非常非常的小，就像讲我们说音乐的讲一个 octave 就一个八度，叫做一个八度，这就是一个八度。那当时我的声音是只有没了，上不去了，这个音都几乎下不去。这样一个八度都差不多就这样子而已，声音小的跟像猫一样，人家讲话，人家旁边讲话，你就听不到我的声音了。可是我就有那一颗心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想要唱，我就是想要唱歌。当时陈芳伶已经好想效法20世纪著名女高音玛利亚·卡拉斯，成为她的第二。啊！我第一次听到玛利亚的歌声的时候，啊，我整个人都就在那里愣在她身后。我要这样的声音，帮助我，帮助我，赐给我这样的声音。我跟我妈妈说，我想学声乐，可是我没有声音，怎么办呢？我妈妈只教我，你就向神求吧。你就向神求吧，结果我向神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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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。自细陈芳伶就跟妈妈翻教会，在16岁参加一次教会聚会之后，她的声音产生了变化。牧师们要我们全心全意的祈求，所以每个人都选一个角落，大家都各自祷告，不打搅对方。神触摸了我，他触摸了我之后，你知道那个感觉好奇妙，我绝对没有办法否认，像一道闪电一样。我这样祷告，眼睛倒闭的祷告，突然觉得有一道电流，就像电到我的这个地方，就像一个叉子电到我的整个口中，全部都麻了，麻到我，然后我就开始哭，哭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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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哭到，然后一直祷告一面哭，哭的时候心里不是伤心，也不是害怕，反而是很开心。是心里一直在悔改，一直在认罪，一直在悔改，一直在认罪，到完全洁净为止。那一次特别的经历，或者很多人以为他的声音会立刻改变。2-3个月没有声音可以讲话，我想惨了，主啊，怎么一回事呢？我是祷告说，我希望有声音可以唱歌剧，可以像玛利亚，结果我没有声音了。就2-3个月之后，我的声音开始恢复了。恢复之后呢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我的声音那个量哦，一下子变了10倍、20倍吧。不要说我自己吓一跳，把我的爸爸妈妈也吓一大跳。我第一次独唱的时候，我爸妈在下面在台下听，他们两个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到底是这个基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家没有人有这样的基因，没有这样的遗传，那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，神在我身上做的美事是什么。高中毕业，陈芳伶在从未接受过正式的声乐训练之下，凭着演唱一首《圣城》，
在几千位竞争者中突围而出，考入取录率只有100人的台湾东吴大学音乐系。我居然可以录取到，所以我就跑到我的房间去跪下来祷告，就跟神立了约：神啊，我要在我的一生中，我学将来我学好了，我一定要走到世界的地极，去为你做见证，去唱歌赞美你。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约定。从此那一首歌《The Holy City》圣城就成了我跟神立约的。大学时期，陈芳伶的才华崭露头角，不单止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还得到各界的演唱邀请，包括在蒋中正总统追思音乐会上演唱《慈光歌》。蒋中正过世的时候，他的太太叫做宋美龄女士，要求大家只能唱一首歌，叫做《慈光歌》，来纪念他，来见证他的信仰，见证蒋中正的信仰。我看到那个歌词啊，我真的好受感动。在陈芳伶的著作就提到，多年后她知道自己的身世，要为迫害她外公的政治领袖献唱，心情非常矛盾复杂。但透过信仰，她内心的仇恨得到化解。她看不到，即使一个生前位居高位、有权力的人，最终的盼望仍然是谦卑求主同在。大学毕业之后，陈芳伶的声乐路越来越畅顺，还获取美国纽约曼哈坦音乐学院声乐研究所的奖学金。但当梦想越来越近，他和上帝却越来越远。从小开始学声乐，我的梦想就是要去大都会歌剧院，因为不仅是美国最好的，也是全世界最好的。我的那个什么音域又广，所以什么歌剧都难不倒我，那我的心就开始飘啊飘，就飘离开了，就忘记了说要神跟神立约，我要走到世界的地级，我就往世界上的路上走了。我就想要去考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。那就那几年的时间，因为心里就觉得内疚嘛，然后不愿意被绑在就只在教会里面唱，只在唱诗班唱，渐渐的跟神的关系就远离了。而且我很怕神把我抓去说你要实现你的诺言，所以我就开始逃避神，真的是开始逃避。当时陈芳伶埋首在声乐的发展，当她的实力越来越受到各方的肯定，她对成功的渴望也都越来越强。在纽约的老师，他是大都会歌剧院的里面 的老教授，他说我可不可以试试看你的声音到底有多广。他就说从这里开始啊，开始，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出来这个是 alto 女低音，是很女低音的声音的，从这里开始，他就从这里开始试我，然后我就跟着他唱，他一面弹我就一面唱，就一个八度，两个八度，三个八度，再上去到这里，所以一共是三个半八度上去。老师说他吓一跳，他说他一辈子都没有看过、听过这样的人声，这么宽广。想进入梦寐以求的纽约大都会歌剧院，想成为玛利亚·卡拉斯的第二，想站上世界的舞台。正当他一心注目歌剧梦之际，一个看来很简单、普通的肾结石手术，令他整个人生陷入崩溃边缘。就那天晚上手术完之后，我里面就开始大出血，可是没有人知道，因为伤口已经缝合起来，就在里面大出血、大出血、大出血。然后隔了一天，他就要我出院了。出院后第二日，陈芳伶申请了一个看护家访检查，但仍然没有发现异样。就他要出门的时候，我的丈夫也要出去，要出去接小孩。家里都没有人，只有我一个，我就在跟他们讲说 OK 拜拜，就这样拜拜一半，我就整个人就倒下去了，就差那么一秒钟，护士还没有走，他跟我拜拜，看到我倒下去，他立刻进来把我量血压，没有血压了 ，no pulse， 啊、哦，立刻叫救护车，
然后把我送到医院去一看，医生一看我的眼睛，一打就说输血，立刻输血，因为你大量出血，你一定是肚子在出血，所以一输血输好多血。那时候医生说我的身上的血液已经流了差不多一半都没了。在那个护士一走，我就没命了，就一个人就死在家里，没有人知道。擦过死亡边缘，差啲失去生命的佢，内心却充满怨恨。我怪神，我心里开始怪神，神了，那么多人在为我祷告，我信你，为什么你就让我经过这样的死因的幽谷？我就开始怨恨神，怨恨得不得了。然后因为不肯饶恕，我就非要告那个医生不可，然后不肯原谅，不肯忘记，忧郁症。我得到忧郁症，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只觉得为什么每天都不快乐，就是那么不快乐，不快乐。然后我一直怪丈夫，怪我的老公，然后怪孩子，说你们拖累了我，就是你们拖累了我。我本来有可以好的前途，我要去当啊，到现在我就一塌糊涂，真是整个人一塌糊涂，走到真的是绝境去了。一个未完的歌唱梦，一直达不到理想的自己。是不是就只是困在痛苦的死胡同呢？下一节继续为我歌声。拥有优秀的声线，大学时期已经向台湾总统表演的陈芳伶，在美国进修期间却得到躁郁症，令他觉得自己的遭遇、身边的人都是阻碍他达成梦想的负累。老大是女儿，女儿我对她很亏欠的是，因为她出生的时候正是我满心都在事业上面，一心就是想要出去唱歌剧，有的时候会觉得她很麻烦啊，要是没有他的话，我就自由了，我可以飞到哪个城市去，飞到哪个什么地方去，我就不可以，就不会说为了他一定要只能在家的附近，或者说这个城市或者什么，就不能跑太远。所以我对他不大有耐心。达不到理想中的自己，他因此怪罪神，足足有两年没踏足教会。当时她想过会不会选择永远离开神，跟老公离婚，抌低仔女，做她的歌剧家。我到底是要怎么？我舍得丢我的孩子吗？可是我看到我这次突然有一张flyer 在这个地方，从来没有看过谁会把这种 flyer 放在我的这个上面，我就拿起来一看，是个神学院的招生的通知。这神学院在美国的南部达拉斯非常有名的，叫南美裔美大学 （South Methodist University）， 他们的圣乐系是一流的。我说：“哎，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念圣乐系？”哎，我的心就被吸引过去了。陈芳伶带住两个仔女去读圣乐，本来以为可以找到一个避难所。但反而却迫使他正视面对自己的问题。他除了有神学院之外，他有医学院。医学院里面有一个全美国最好的一个心理研究中心。然后躺了之后，医生告诉我说：“你有 depression， 你得到忧郁症。”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忧郁症，他就告诉我一些症状。哦，我才恍然大悟，神借着医生的智慧来医治我的忧郁症。我吃了他的药之后呢，只要一颗，一天一颗，就像维他命一样吃了以后，我的血清素平衡了。然后那个心理科医生教导我的饶恕人，最重要能够得到医治的就是你要饶恕 forgive and forget 突击。所以我的忧郁症那样子才被医治了。我再回到神的面前说：“神 ，I'm sorry, I'm so sorry。”生活重回正轨之际，陈芳伶遇上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助理指挥。本来是一个再次向梦想进发的机会，但助理指挥的一直话：“
令他开始疑惑。我记得他有一次他教我唱La Traviata， La Traviata 就是茶花女。可是他教我的时候，他老是说我唱的不好。我说怎么不好？我就一直问他老师为什么不好？因为每个老师都说我好，为什么你说我不好？他说，我说你不好是因为你唱起来哦，像个良家妇女，茶花女是个妓女 ，she's a prostitute， 是个妓女，所以你唱这个歌剧，你就要像个妓女的样子。那我说老师，那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够唱得出来你说的妓女那种的样子。他说：“男人，你陪他睡觉就好了，他就高兴了。但你何必要守着他一辈子？你可以每个男人都可以要啊。”我吓一跳。然后他就说：“你看看 Maria Callas， 他就举 Maria Callas， 就在那个时候他就举 Maria Callas。Maria Callas 是我的偶像，是我一辈子想要效法的目标。可是 Maria Callas 的人生是一场悲剧，完全的悲剧。”陈芳伶一直以成为玛利亚·卡拉斯第二为人生目标，只差一步她就可以梦想成真。但正正是这个关键的一步，令她重新思考要做一个怎样的自己。你知道玛利亚·卡拉斯的结局是什么吗？她死了，她默默无闻地死掉，她死前整个人陷入忧郁症。他死的时候不愿意救，不愿意任何人关心他，他只交代他的朋友说 I am a loser， 我失败，我一生都失败。他说我宁可用我一生的成就来换取一个男人真心的爱我。所以当我的老师跟我说你要效法玛利亚·卡拉斯，我的心里想 Oh my goodness， 那难道有一天我会有这样的想法，说我宁可用我一生的成就换取一个美满的婚姻，一个男人爱我。现在我已经有了，我已经有了，为什么我要放弃？两个月之后，我就跟那个老师讲 ：“No， 我宁可不进大都会歌剧院，我宁可要我的 family。”过去，陈芳伶视家庭是自己梦想的掣肘，但最终佢醒悟到家人先至系生命的优先，因此佢亦都体会到天父对子女的爱。就像主耶稣说，我来这个地方，我生命我都献上给你，你说我愿不愿意我的孩子付上生命？绝大部分的父母都会，我替他死，让我来承受，不要让我的孩子承受。这样讲出来，难道你还不能体会为什么神说他我们是他的儿女这种心吗？放弃了年轻的梦想不代表人生就再没有目标。陈芳伶再次思考自己人生的使命，这个是我很从小我妈妈就一直教我的，一直教我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个目标。好，就像我们有人生出来就是个性或者是能力才华，或者是你的教育的背景，每一个都是神的器皿。你只要find out你是什么样的器皿，你就可以活出神的荣耀。所以我就说 OK， I'm not an opera singer， OK， 我不适合唱歌剧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唱出那样的 character 来，所以我不是那样的器皿。那我要找出一个 What is I am， What I am， 神造我是什么器皿。所以我就开始去研究各式唱各式样的音乐，比如说整天都对着一朵花。我还记得我学过那个 Mozart 野玫瑰，从头到尾就对着一朵花唱歌，你 How beautiful you are， 多美多好多的的的。所以我开始去想，我如果要赞美一朵花的美丽，我要赞美那个月亮的美丽，或是什么山河河川山多漂亮，为什么我不去找出来 Who made them， Who created them。 所以我才去开始去注意到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赞美诗，好像那个音乐大师啦，好像贝多芬啦，像韩德尔啦，像巴哈啦，莫扎特啦，这些人都是教会里面培养出来的。如果没有教会培养这些人，根本就没有音乐，
不要说没有声乐，没有opera， 没有 orchestra， 什么都没有，是被神的创造的伟大而启发出来的。这些人，这些伟大的音乐家，每一个都是神创造的，都是神给的 mind。陈芳伶有自己歌唱的原则，不会因为名利而妥协。你知道，我从开始决心把我的声音再奉献在神面前之后，我就开始选择我唱的歌。每一首歌从我嘴巴唱出来的，它一定要能够，首先不能羞辱神，再来要能够荣耀神，还有呢要对人有益处。就他们后来又给我写了一首歌，说特别请人写的，叫做土地公啊，请你来保佑我们台湾。那我不讲，在这个场合我不跟他争辩神是谁，但是我说我绝对不唱这样的歌，我的口像圣经上讲的，不能出甜水跟苦水。所以这就是我从那时候我就这样坚持的，我宁可不唱，我要唱的话你要尊重我，让我觉得这个歌唱出来有意义。就他们尊重我了，让我唱了一首闽南语和台语的圣诗。1999年，台湾发生921大地震，陈芳伶以自己的音乐专业参与当地教会的心灵重建事工，之后一年发行他第一张圣乐专辑《心灵颂赞》，为教会作重建义卖。我们的声音是神创造的，这个声音是没有办法学的，它是无价的，它是多么可贵。所以我就知道说，这个声音神的给了我，我一定要把它用在正确的位置上面，正确的。我不会只限制在一个歌剧院只唱个插花女、蝴蝶夫人，然后一定要去学那些人 的人生。我不需要 I can be myself， 我可以把神给我的恩赐这样的尽量的发挥出来，就是只希望能够荣耀他、见证他，然后呢对人有帮助。2000年开始，陈芳伶被邀请到不同的国家演唱，举办多场音乐报道会，走进校园、教会、社区、医院、监狱等等，以他的歌声带领人认识上帝。他的歌声会感人，是因为他心中有爱，那心中有爱，他心存敬畏，那么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能量。他那种音乐不只是纯粹的一种音乐的见证，包括他本身的见证，从见证当中我们看到他透过音乐来表达那一种热忱，那一种热心的一个心情。从他的歌声音乐当中呢，我看到他内心当中每一个音符里面的出来都有耶稣基督的爱。作为一个台湾声乐家的他，2010年他获颁中国百大杰出女企业家奖。我就决定在那个场合，我在想以后也会有什么人有机会会在中国的最高的会堂，就人民大会堂里面能够唱诗赞美神。我就唱了《奇异恩典》，我在想《奇异恩典》就是我的一生啦。如果你们要给我这个一生的荣誉，我就把荣誉归给神，我就在那里唱《奇异恩典》。美国、加拿大、巴西、阿根廷、台湾、香港、日本，甚至中国大陆，陈芳伶唱到世界各地，实践最初的承诺。今天我知道我的神要我做什么，就是刚一开始我跟神立的约，19岁那一年，走到世界的地极，用我的歌声赞美他，用我的人生的见证来见证他的爱、他的存在，还有他对每个人的爱。曾经陈芳伶立约之后中途失约，但上帝仍然一直等待，终有一日他会履行承诺。就像我小的时候常带我们孩子玩玩图案，有点像这个样子啊，一种叫寻宝图。寻宝的中间有一个宝藏，然后路啊歪来歪去，歪来歪去，然后我们在里面走走走，右转左转，走走走到哎走错了，走到绝路，哎走错了，走到绝路，怎么办呢？父天父上帝在上面看，
你向他求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孩子啊，你走错路了，你走这条路，你求他，他带你再走回来，走到原路。